怎么很恐怖？哎，我要玩。好，一整个上去。对对，阿姨可以坐那边。那个是要踩着的吧？然后拉上面、啊。你手拉着上面啊。好，我下来给你上。嘿。哎，对对对，是这样子的。阿飞，你不要！啊，你先坐好。现在搬到我滑下去。阿飞，这个高度啊。不会啦，不会啦，是吧？滑梯，老师，我滑下去。啊，那有绳子。不会啦，这样。不会啊，你坐着啊。抓着就好了，你抓着就好了，不会这样。对，你想踩着就好了。你在干嘛？对呀、啊，你看，养心之后很好玩啊，好玩呐、啊！推回来，推回来，推回来，推回来比较快。给姐姐推回来。用走的，用走的。没什么啦，不要那么紧张啦，很好玩的。对没？来，换你们两个坐了，快点。好啊，等一下大家又会抢着坐。再拉过来一点的、啊、你。
你干嘛叫成这样？来，妹妹，看去坐啊。你跟哥哥一起坐啦。对啊，就是你跟哥哥一起坐。没怎么样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对啊。这个你去中国大陆那边那些有一些地方还要坐这个过去那边，下面是可能是山谷这样子，要坐这个过去。啊，快进来上去。你要玩吗？我要。那你先玩。啊。自己一个人可以吗？啊，你看都太煎熬了。他们两个。啊，那你跟爹。啊，那我跟爹。啊，一整你下一次，下一次。先坐上去，还是我坐这边？哎，大家不行，我要先上去。你应该要先上，把压下来，他才拉得上去。上去，上去，上去。啊，有光。他们贴金上去。贴金上去，他就贴金上去，脚就不行。他等下你们脚就到下面快要到地板的时候，脚要放上来啊，脚要放上来啊。好，还是放上来，脚放上来啊。好。OK， 好，好。来一个。放啊。好，放。好放。哇！到了。哎，你看比较重，可以比较远。然后脚怎么放上去？脚放到上面去。对。然后面就脚放直了，脚放直。我被拉住了。我也撑着。好了，要放了哦。感觉坐那边比较安全。不会啊，那个都很安全的、啊，就那个。可是这边看到比较恐怖。嗯嗯。你说看起来比较危险。我在脚。脚放上去，脚放上去。脚放上去。小心手放那个高的，这个可能会撸到地板。好。OK。走。你还会踢球。然后撸到地板。线都还这么长、欸、没办法倒退啊，重心嘛，他说重心的问题啊，我要上去了就来不及下来了。来、有心可以趁这个现在这个很低的时候赶快跳下来，如果等一下变很高。好，来上车。爸爸你真的不会害怕，那个到那有这么高、哦、爸爸你先进去。开始了，走了没？走了，好走啊！好了啊 ，OK， 走了。你看他们坐哪里、这个怎么不能动？踩啊！踩啊！爸爸踩，爸爸踩，拜托！啊！要修。
妖兽。妖兽。哎，安怎卡住了？啊，你要大力踩，因为它这个会肋骨，它会肋骨啦。这还会肋骨，这还会肋骨。这你妈还会那个？啊！干你啊！你妈！哇，重心不稳啦！啊！你帮我分担一下。哇，好像要进去那个……哎，对，我等下绕去那个水池哦。啊！他不是说上来就下不去了？等一下变成水好不好？爸，等一下。北上面旁边哪里呢？在前面啊。前面。是真的。要卡住了，来，快，哦，好了。老爸在好后面呢、哦。啊，傻瓜！哎，这里应该可以停下来，让你犹豫，让你做一下犹豫。犹豫什么？犹豫看你可以欣赏一下风景。风铃？你不要乱讲话哎、欸！哎、欸，不过这里好像可以休息一下。这边啊？你懂吗？这里感觉从这里绕一圈绕回去而已，其实也没有。啊，加加大山加！我被树打到。哎，嗨，永兴，总而言之，好可怕哦！时间了，爸爸，这个水蛮浅的。这个，哎呀，都很浅，所以跳下去其实就顶多脏件衣服而已。大力一点啊，可以的啦。落链啊，多了链的。啊，叫佩君那边踩啊。哎，加油加油！他们那个感觉才……你们两个可以换位置啊，你去佩君那里呀、啊。那个换不了，坐上去那个要换很多才。太危险！哪一边？妈妈那一边落链了。啊，就是佩君要骑大力。佩君加油！加油，快到了啊！好了好了，快到了快到了，他们等下会从头上经过。佩君那个现在佩君那一边的，所以阿进骑不了。对啊，阿进都没办法骑。他被树枝卡。
陪到。哦。它不是有树枝吗？那边有个树枝。啊，对，树枝然后可以休息。对啊。好好，休息哦，你好棒哦。佩姐，你解救了妈妈。怎么掉下去？啊，还有。道馆啊，哎以前的那种卖东西就是这样子在卖啊，别倒灰哦，对不对？卖豆花，大香蕉，又是大香蕉。我帮你拍一张照好不好？一起。我想要做吗？那边有啊，马路旁边那边有。把你以前有教过吗？教过什么？轻轻松松，这边放好了。你们在卖东西，我差点放。卖包包机。走啊，去那边。好嘞。好。走。什么东西？对啊，这个下面都是钱呐、啊，可以那个了。可以偷钱。但是不要带走了。哦。哎，爸。一块钱，爸爸来搓一下。你看地上都。搓什么？你这一块都掉了。今天很怕热啊。哎，不要这样子让了，哎。你看那个钱掉下来。它这个随便一踢就掉了。对，那很久。这是什么？现在都装冷气了呢，哈。是吗？就是有一个啊，然后就出。对，坏掉了啊。等会儿我家那边有，我也有一个。那边昨天。妹妹怕热呀。哎，这个是别人的家了呀，这边是吗，妹妹？哪里有树屋？哦，来，我们现在看一下，这边有一个树屋啊。
然后就突然掉下来。不会啦，那个也顶掉的那会。那么屁。就是上去打东西用的水泥柱啊。对。树屋在哪里？嗯，树会走路。嗯。树屋啊。树屋在哪？在哪里？走到山里去，他这也可以走啊。他说可以这样走，走走绳子。对，你没有敢猜。他可以走，你走那个差距比较小，那个那条间距比较小，抓到绳子了。这才是低调吧？对。不错哦。我爬到树上了。哎，还可以留下来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哎，现在就这样走吗？我要体验一下。赶快，那个会有蚊子哦。注意哦。嗯，蛮多的。他把这个拿来当，他把扁额拿来当成踏脚的那个板子，对不对？超扁的。你上去看啊，他那个扁的。有蚊子，有蚊子，我没有防蚊液啊！快点，快点！这个房子怎么歪歪的？因为它是放在这个树根上，啊，树一直倒，它就歪啦。哦。然后接下来好了，好可怜，连木连板子要到用点。衣服都湿掉，一下我就湿。太热了，现在几点？四点。